安排一个那个更换那个下表那个面贴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把那个美工刀，我们把这个从这个缝里面插进去，从这个缝里面插进去以后呢，把它标出来。然后我们拿个新的啊，要换一个上去的时候要焊一下哈，焊一下这个屏幕，这个屏幕是往我们这个方向的，再把它贴进去，拿个新的再把它贴进去，贴进去按平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